麻辣猪血这样做就怕你家米饭不够吃，大家赶紧做起来吧。卖菜老板送的新鲜猪血，水开放盐和猪血煮一下捞出备用，油热下配料爆香，再放一勺麻婆豆腐酱炒匀，下猪血姜丝翻炒均匀，倒入适量清水、盐、酱油、蚝油、花椒粉煮一分钟，最后分两次倒入水淀粉，轻轻推动大火收汁，砂锅内放韭菜，再倒入猪血就可以开吃了，喜欢记得收藏哦。